我们拿东西去给梅行吃。走吧。梅行，我们拿东西来给你吃哦。梅行走起路来，干什么掰卡掰卡呢？哦。因为老三同学常因为他可爱，就一直喂他吃东西，所以他体重上升，脚没有办法承受。那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他这个脚的问题吗？除了保健食品以外，我看网络上好像也有人用豆渣做减重食品，我觉得狗狗或许可以试试看哦。好啊，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吧。我们罐头做好了，我们拿去给梅行吃看看，看他喜不喜欢吧。走吧。哎，杨秀婷，我们罐头做好了。谢谢戴。嗯。只是做很多事情就好了吗？为什么要封成罐头？因为罐头在制作过程中一定会经过杀菌，这样能延长它的保质期限，我们就能大量制作，然后放在室温中保存，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喂食，既简单又方便哦。那可以现在就让他们两个吃吗？他们看起来口水快流出来。可以啊。哇，梅行都吃完了耶，感觉他很喜欢哦。我们可以来做一个月的试验，看看他一个月后的体重有没有减下来。好啊。哎，你们过来看。哇，梅行的体重真的有减少耶。那这样的话表示我们的产品真的对他有帮助耶。我们找寻两只体重有过重问题的狗狗，并对它们进行为期一个月的饮食部分取代。因为两只狗狗体型不同，所以摄取量也有所不同。柯基的每日饲料总摄取量为220克，其中100克为本实验产品所取代。边境牧羊犬每日饲料总摄取量为270克，其中150克以本实验产品取代。透过此方式改变狗狗的饮食，并观察狗狗的健康、体重及粪便成型有无影响。根据我们的测试结果显示，两只狗狗的体重皆有明显的下降。
经过一个月后，柯基总共减去 1.24 公斤，而边境牧羊犬则总共减去 1.12 公斤。另外，因为豆渣能有效促进肠胃蠕动，因此狗狗的粪便与测试之前相比，颜色变淡，质地变软，明显改善了狗狗的便秘问题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